那么现在，请姑娘们各显其能。如果谁今天晚上可以把顾少逗开心，那么楼下那辆车就归你了。哇！顾少，我敬你一杯酒吧。喝了这杯酒，就能把所有烦恼都忘掉了。顾少不喝，不爱喝酒。我给顾少讲个笑话吧，顾少听了肯定会高兴的。停！大家都走开，干嘛呀？让开！没见到顾少不喜欢你们吗？不理你们吗？顾少就喜欢我这样子的。孟涵，看你的喽。顾少，来嘛，喝一杯。一醉解千愁。一醉解千愁，好，这句话我喜欢。喝一杯。喝。姑娘们，敬！一醉解千愁，干杯！解千愁。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做的那些事？他想干什么？如果让顾先生知道我做了这些，不行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来，顾少，还有最后一杯，来，喝完。喝不动了。喝完了。喝完了。好，你们喝。顾少啊，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，非常开心。开心啊！那等会我们去哪儿呢？去你！干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别跟我动手动脚啊！哎，顾少！什么？你说锦溪以前留下的地址没人？是，所以无法联系上少夫人。你赶紧派人去找，一定要找到锦溪，不能让西城啊就这么跟他分开。是，老夫人，其实这些天少爷心里也很难受，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还喝得烂醉。您不要管他，人要不失去啊，就永远不知道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。这次的这件事啊，对他也是一次教训。你赶紧去吧。是。对不起，您卡里余额不足，不好意思啊。这段时间没出去工作，医药费都不够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接近顾西城了吗？谢谢你啊，小薇。跟我客气啥呀？加上我这些，护理费够不够？还差一部分。我想了半天，我实在憋不住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去找贺锦熙啊？怎么说你们也是同一个妈生的，于情于理也不能让一个人承担呀。我不想跟他开口。有什么不能开口的？你现在不是手头紧啊，找他借钱又不是其他事情，是为了你妈。你听我的，你必须得找他，你知道吗？军哥，我都喜欢。喜欢就买，喜欢就买，适合你。服务员，除了这个小子不要，那个小子不要，其他的啊，其他的都给我包起来。军哥，你对人家真好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们见个面吧，我有点事情要找你。约我见面，我哪有空跟你见面？
挂。谁来电话？我们家一个亲戚问我借钱，特别烦啊。哦，是这样。但愿何子熙能帮忙吧。下一个部门，顾总，上个月咱们总的来说还是盈利的，不过。不过什么？不过相对的开支咱们大了些。哪方面？主要是采购方面。常副总，希望你引起重视。散会。叫我来干嘛？说吧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借钱？你堂堂顾家少奶奶，你问我借钱？那些钱都是顾家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不能碰人家钱。你就是用这种视金钱为粪土的姿态，把顾西城迷惑住了。可这些在我看来都太虚伪了。你觉得我虚伪？我今天问你借钱是要给妈妈交护理费的，这几个月我住在顾家，没有时间出去打工，身上钱不够了。当初是你说的，要把妈妈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病，可最后呢，连医院都没有换一家。你是个骗子，苏妍希，到底谁是骗子？顾西城把我赶出顾家了，我现在想回顾家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都是因为你。霸占了原来属于我的位置，你把顾西城迷得神魂颠倒，你现在问我借钱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一分没有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谢谢。最阳光的笑，感谢曾经跟我回去吧。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心灵相互依靠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他有机会接近我，但是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请你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想好了，顾西城，我们两个还是分开吧。不，锦西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现在没有人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这两天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在联系你，我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能失去你。别再说了，顾西城，我们两个人已经结束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锦西，锦西，你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跟苏妍希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向你发誓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顾西城，我不想骗你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你会后悔的。不。我不会后悔。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。
去孤儿院，我们一起去爬山，一起看星星。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吗？是你改变了我，你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是你让我知道原来生活这么美好，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这一切你都忘了？难道这所有的爱你都要放弃吗？顾西城，顾西城对我这么好，因为我爱你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哦，没什么，一个骚扰电话。那赶快起床吧，要吃早饭了。嗯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这是顾西城，你别给我不知好歹。奶奶早。哎，早。奶奶早。嗯，早，坐吧。锦溪啊，回来就好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一定要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尽到自己的本分，懂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奶奶，还有你。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这把老骨头啊，早晚要被你活活的气死。你以为媳妇儿回来你就没事了？那公司里的事情你就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不是一直在管吗？那就管呐，那就糟蹋。前几天公司理事来跟我告状，说你翘了自己项目的会议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干什么去了。哎呀，奶奶，这么丰盛的早餐您赶紧吃吧，别为了您这个不孝的孙子破坏了您的胃口。锦溪啊，以后如果再有人在我面前告西城的状，那就不是西城的问题了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吃饭吧。奶奶，我顾西城犯的错我自己承担，跟锦溪没有关系。我不吃了，上班去了。你这孩子，我没有说你什么呀。走，锦溪。这孩子脾气是越来越大了，我都说不得了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哎，这是揽月湾吗？是是是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哥。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现在样子已经改变了，他应该认不出我。哎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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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小姐，这个这是揽月湾吧？对啊。哎，你见过这姑娘吗？这不是锦溪吗？对对对对。那请问您是？啊。哎，这是我女儿，我是她爸爸的啊。哦，原来是伯父啊。啊，你找她呀？对对对，你能告诉我她住几楼啊？
景熙他现在不在这儿住了。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公司。一会儿你在楼下喝杯咖啡等我。你之前不是一直特别讨厌去公司吗？那是以前。但是现在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一下。看我干嘛？没看。你明明看我了。我看的是你旁边那棵树。你干嘛呀？你不是要看树吗？我让你好好看看那些书。我们现在是在大马路上，你后面还有好多车呢，这么做很危险的。我乐意，怎么了？那你高兴，你也不能把别人的路给堵了呀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这次回来，你高兴吗？这样，你现在先开车，你开车我就告诉你，好不好？你先说，我再开车。干嘛呢？高兴。那是一般高兴，还是特别高兴啊？顾先生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高兴，高兴我就开车。喂。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有什么事跟我的秘书说。喂，是谁的电话呀？你今天早晨接完电话还是这个表情，是谁打过来的？不能说吗？我接了那么多，你说的是哪一个呀？你说这个贺锦熙他现在不住这儿了？对呀、啊，伯父，你不会不知道锦熙他已经结婚了吧？啊，他结婚了，他跟谁结的？他对方有没有钱的呢？不是，我是说他过得好不好啊？那个人干什么的呀？伯父，您放心吧，锦熙他过得特别好，他现在已经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神龙集团的太子爷，顾西城。啊？是瞎胡闹！顾西城呢？来没来？啊？老李啊，顾西城来了，你就少说两句。毕竟这个公司是人家老顾家的，你就是到他奶奶那儿去告状，弄不好那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管他是谁家的呢，反正我知道顾西城就是他们顾家的败家子儿。我要不是念着他爷爷曾经对我有恩，他捅的那些娄子，我才不帮他。李叔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家人没教过你吗？啊，进门之前先敲门，看看你什么样子。李叔，我从小就没了爸妈，是奶奶把我带大的。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奶奶没把我教好了？你哎，老李，西城啊，老李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的，老李这个人脾气不太好，可他一心一意都是为咱们公司好啊。哎，刘叔，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老李去我奶奶那儿告状是为了这个公司好，那么言下之意，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害群之马了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这怎么说好？老刘，你什么也别说了。西城啊，今天你是怎么了啊？
不好好的待在家里养尊处优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长城电子公司的合作合同是。刚才李叔说，我捅的娄子不帮我补 ，OK， 我捅的娄子我自己补。但是我要警告你们，不管你们在公司以后支持常志成还是我。 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不要搞小动作。全是他奶奶给惯坏的。嘿，我不管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你们总裁。先生，要见总裁，请您提前预约。预约？知道我是谁吗？ 啊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站住！放开我！站住！站住！放开我！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看像。闭嘴！谁敢碰我？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知道不？你们敢碰我看看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总裁是谁？竟然跑到这儿来乱攀亲戚！谁不信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贺女婿是我女儿。你们敢碰我？ 你们敢碰我，让你们怎么拆？传闻中，贺锦熙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他这……哎，怎么回事你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左夫人好。哎，站住！你谁呀？你啊！